萧大王把府门口踢了封条，还把金印用黄布包起来，挂在横梁上，好像是要不辞而别呀。他根本就没把朕当个皇上，我哪有旨捉拿叛贼萧峰，阁下无论。在你的心目中，南朝就那么重要吗？可我必须倾我全力抓我大辽，一统天下。天下不是你一个人的，今日起。 萧峰就是我大辽的死敌，萧峰碍于形势，挟持陛下大逆不道，是我撩人的大罪人。在我脸面，立于天地之间。大哥，姐夫，大哥，姐夫，你不能死，你成功也照顾我一辈子的，你给我起来，你给我起来，你不能死。 恭延簇天龙八部，精彩大结局，千万别错过。